这个视频你再不看完，下次换个套路继续坑你。你们刷到过卖小药的直播间吗？我们先看视频。来，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普通的饵料啊，试试看看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鱼给它诱过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对，这是我们这个连式饵料啊，平时你们用的就是这个饵料啊。来啊，来看看能不能把鱼给诱过来。可能时间长的话，一两个小时、两三个小时可能会把鱼诱过来，但是在短时间内它是不可能。没那么快的时间能够把鱼啊给它诱过来，是不是？来，现在咱们右下，咱们再开口技，好不好？右下，咱们这会儿开口技，来试试看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鱼给它诱上来。哦，多了，多了，浪费了啊！对，不用倒多，一点点可以了。啊，多了，浪费了，你看没有？来，注意看，啊，你自己看，这个效果给不给力？明不明显？啊，它是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你看没有？来，好了，类似于这种卖小药的直播间，你们被坑了几次？打在公屏上。今天呢，我全部给你们揭秘。首先呢，这个野河是纯天然的野河，鱼也是纯天然的鱼，不存在放鱼放网这一类的。那有朋友就会说，没添加过小药的饵料鱼它不吃，而添加过小药的饵料鱼会疯狂的吃。精明就精明在这点，骗就是骗你们这一点。为什么呢？今天阿彪给你们揭秘。首先，他没有放小药的饵料之前，他的镜头跟人是站得很近的。不信你们先看一下这个视频。来啊，来看看能不能把鱼给扔上来。是不是离得很近，鱼它肯定不会来。你们再看一下添加过小药的饵料它的一个镜头，是不是离得非常的远？那个鱼肯定它会来。看懂了没有？其实你们到手的小药都是真的，只是没有这个效果。你们也是可以尝试一下，去一条野河里面喂鱼，喂个半个月，不管你倒什么东西它都会吃的。看懂了没有？看懂了点个赞。